看我们这小组都有谁，英格兰、丹麦、瑞典、罗马尼亚、芬兰和波兰。芬兰不是很强，罗马尼亚也还搜搜，瑞典一步不在也造不成什么威胁吧，丹麦应该也还好吧，主场对罗马尼亚还是模拟过去吧，主场战平罗马尼亚，难道非得踢一会儿进个球才能赢吗？波兰来吧，又和英格兰这帮傻帽队友重聚了。对，你带吧，去边上，哎，抢去，自己抢去，自己溜自己抢去。前场五个人等着你传球呢，你就自己往边上带。鲁尼又要发任意球去了，又要进，加油啊！哟，真像。我，你是开玩笑吗？这门将也太假了吧！这次呢 ？Yes， 一比零。半场结束前，我们还是先进了一个球。QPR， 我刷进球的一场比赛，客场可以刷呀。再长脚远射 ，yes， 一比零，哈哈，这个庆祝动作不帅啊！好球啊，鲁尼！搓射 ，shoot， 怎么会没进？我是不是换一头长发啊，跑起来会很飘逸的，你看布林德感觉头发五年没洗一样。你们竟然让霍利特争到一个头球是吗？我要是你们抓后卫都去死去，大哥身高还不到一米七呢，行吗？这场比赛主场对国际米兰，我们这个小组都有谁呀、国际米兰、塞维利亚、布鲁日，好弱的小组。国际米兰，维拉、希尔吧，这是哪个希尔吧？佩西西、马里奥，其他人倒还好。国际米兰看着不是很强啊。你传给我干什么？你射门就不完了吗？你发太快了，射呀射呀！不不不不不不不！靠，被撞开了！我想过去缠他一脚。我真缠到了，而且从后边缠竟然不犯规。鲁尼，哎，你戴一下能死吗？今天我们主要任务就是换发型是吧？一人一个想法。哇塞，看着有没有很暴力的感觉？下比赛我们认真缠几个球。裁判 ，yes， 拿到一个点球，让我罚吧。我刷进球呢，别让鲁尼罚，我在边上看。鲁尼，你能进吗？关键是进，兴奋不起来。施耐德林 ，yes， 二比零。哎，自己没进球，搞俩助攻，如果点球也算助攻的话。yes， 三比零，我终于有进球了。
这太暴力了，看着。哇，先铲球后铲人，真的是太爽了。又赢得了本场最佳队员，射手榜我进四个球才排在第三呢，助攻榜呢两个球排第四，并列第四，并列人仍然好多。虽然利物浦吧，一个联赛杯对我有什么帮助吗？啊，看见最后我们踢了个4-3赢的，这也太夸张了吧！主场对桑德兰，接下来比赛呢，一场欧冠的小组赛。桑德兰，来接着刷进球。进了，哇，立柱 ，come on！ 哦，好球啊！你又踢到了，感觉他射门之前犹豫一下，是想传给我吗？看啊，没插上来，只好自己射啊。啊！啊靠！这么近了都，让我进了吧！今天刷进球刷的不顺利，这么弱一个对手都搞不定，还被判了个点球。布林德红牌被罚去了，还在吗？还在。哎呦，好门将啊！角度踢的不错啊，手那么好。哇，凡尼腿真长！机会，我的机会 ，yes， 1-0。再来一次，混蛋后卫，站哪不行。便宜费莱尼了，你还没进。裁判，我被球绊倒了是吗？再射一脚，啊！就我们1-0胜，拿10分。卡拉里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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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卡拉里